家好，我是二十九届。好，二十九届教学妇幼男。好，对，二十九届活动呈现好。哎，我们的笑话，我们的开心果。快！好的，我们二十九届最沉默的马面，朱冠章教学，朱冠章。好，我们。这是我们的那个闯吉祥物洪心祥。我是二十九届的附社，我叫张子彤。好，我们今天带来这首《别爱我，别接着说爱我到底很久》。不是，想要遛狗。
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就是啊，我最近有种花，可是啊，花好像都不知道被花好月圆，好像好哦，好。可是我的花就不知道好像被什么东西吃掉，还舔掉一样，我的花园变得超恶心的。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不信啊。没关系。这狗哦，有留下那个足迹 哦，我们可以寻迹一下啊。哦，寻迹 track people。Yes，好，我们来跟着脚印走一圈。好。就我们家狗狗，白天上厕所都会去吃那个花，我哪知道是你家的？而且它狗狗是舔花，你又不能怪它。狗狗舔花，狗狗舔花。好，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带来的公共电话，不是这首啦。这是不是啊？公共电话英文 payphone 啊。是这种小巧思的东西。对啊，是不是就中文转英文再讲中文还好嘛？就不会。这不愧是英文98分的电神呢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欢迎29届许嵩博学长。29届朱冠章学长带来的披风。